七名总统卫戍，这恐怕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。这就是我们广东阳山县七红镇石角塘村邱几家族。好了，我是朱家游的阿成，发现客家文化，推广客家文化，欢迎各位网友们推荐优秀客家文化题材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看视频，轻松有收获。